Costco 家乐福就在附近，还有大型购物商场，临近车站，甚至直通环东，短时间就可以到南港内湖。小孩子他是在汐止上班啊，最重要就是他离内湖跟南港他非常的近，而且价格只是南港跟内湖的一半，而且又是自备低自备款这样子。不过价格还是第一考量，像是首购族想在台北买间房子不容易，就连在外租房子的预算，每个月加加减减开销花很大。现在是推出就是90万自备的方案，那对于很多台北市的客户来说，因为他租房子一个月可能就是租2万多3万的租金，那不如就是用个90万，然后自己付自己的房贷啦，好，这样月付大概1万多一个月。基本上我们基地2500平哈，大概有1400平是做我们园艺植栽的部分，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这社就可以跟大自然融为一体。近千坪中庭花园，还有丰富的公社环境，也是吸引购物者的询问关键。建商逆向操作，要对抗低迷的房市环境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